大家好，我们是重新录一段。我是李依依，我是 Kelly， 我是发。有觉得今天那个我们录音的地方太阳特别大吗？阳光非常非常的饱满，可以这样讲吗？你真的好综艺的开场。我是综艺咖，综艺咖，我是综艺咖。然后我们欢迎呢阳光中和蒸蒸日上。结果是谁？他要谁？我这样讲啊。大家好，我是吴蒸。哦、很多很多路痴很期待说吴蒸要来我们的节目。真的吗？真的有路痴期待吗？他们期待说看能多尴尬。好，那大家今天可以享受一下。不是因为上次录合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会说，哎，吴蒸怎么会这么紧张？因为我紧张什么？因为我看你去那个陈柏惟那边，明明就很轻松自然。不是啊，因为去陈柏惟那边，或是说上政论节目，就知道说，哎，这个就是政论的风格。我们也是政论节目啊。嗯，对啦，你们我们是综艺节目。不是，对，你们不是韩综节目吗？对啊，我们是 K-pop 节目。对，那这个 K-pop 的节奏，我就很担心，我掌握不太到，所以就比较紧张。所以我现在还是有点紧张。好，那我们要不然我们现在聊聊你最喜欢的女生？哦，好，因为。是谁？不是我们刚录音前得知一个，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很综艺的节目啊， okay. 我们是娱乐节目，是没有。对，我刚才就问他说：“那你有什么喜欢的明星艺人吗？”他说谁？他说李多惠。你要说李多燕？李多惠？李多燕原本说什么？是什么多燕 吗？我说没有，郑多燕是跳健康操那个，是李多惠，李多惠啦啦队的。哎、欸，我想先抱怨一下吴蒸啊，为什么？就我昨天有梦到他，梦到他，我在你梦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我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我梦到我们在打麻将。我听到打的时候还紧张一下。他不会做这种幻想。哦、不会。我想说，我有这个。等一下，吴蒸，你是来重新录一段放飞自我是不是？等一下，我解释一下这个故事。我们在场四个在打麻将，但是吴蒸迟到。我不会打麻将。我不管，在我梦里不管。然后我就梦到三缺一，我们就在等他。然后后来结果我们就是在录音时间有约一个时间嘛，结果吴蒸超早到。对，你说今天吗？对，然后我就也很生气，因为我觉得太早到。这也不行。我觉得太早到也是一种不准时。让人压力很大。这也是有道理。对，我抱怨完了。我们刚录音前得知一个我觉得惊为天人的资讯，就吴蒸喜欢《甄嬛传》。对啊，不是这个很奇怪。好，赶快发来这个教导我一下，因为我每次跟人家说我喜欢《甄嬛传》，然后都会，特别是很多 gay 就会到我之前，因为好常在我脸书上讲说甄嬛事情，然后都会有 gay， 好像像这种什么盛浩伟，对不起，一个作家的，对，然后他也来说、啊、你喜欢《甄嬛传》，你确定你是异男吗？我很奇怪，为什么异男不能喜欢《甄嬛传》？欸、我身边真的没有异男喜欢。那我再确定一件事情，你喜欢《甄嬛传》的程度有到每年的过年会再看一次吗？没有到那么狂热，但是最近几年过年不是马拉松甄嬛，我都时不时点上去看一下，就是、但是基本上就在刷聊天室看大家在吵什么。但是你不是异男啊，你那是我什么？那你知道瓜六是谁吗？我知道瓜尔佳氏啊。那你不是？那你知道安非他命是谁吗？安陵容吗？皇上不要听甄嬛那个贱人。是谁没有这个角色？这挂架是不是在大宇宙？剪掉吧、哦、这可以留着吗？你确定？为什么不行？好、那你最喜欢甄嬛里面哪一个角 色、哦、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当然是 最喜欢主角嘛，就甄嬛。但我后来想想，我还是比较喜欢华妃。你喜欢华妃？我喜欢华妃啊、欸、好奇怪的。华妃是很讨人喜欢的反派啊。她就是有一点可怜，而且她名字好好听，她叫年世兰、欸、是很好听。 对，因为就一开始当然是觉得啊，主角啊，甄嬛要赢啊，甄嬛加油啊，这个熹妃娘娘回宫了、啊、之类的、但是后来想想觉得甄嬛这角色蛮假的，就是、不是就是她什么都好啊，就琴棋书画又会跳舞，然后又会这个又会，然后厚黑学也会，还会劈腿，做人又很好，脚踏两条船的部分。甄嬛其实很坏，对，然后又要强调她很善良，她很无辜，怎么的各种，反正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像真的人。她就是欲望城市里的凯莉啊，这样，就是身边人她都会抱怨身边的人，但她其实自己也没有。也是有些小缺点，然后所以后来我相对就很喜欢华妃，就哇，华妃真性情改、暗改恨。我在想，是不是上政论节目这件事情真的改变你很多？你说我现在讲，他每一个题目都会变成申论题。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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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这个习惯。哎、欸，我昨天有看到一个。对，不好意思，常会有这种事，就是我忘记我要讲什么，不好意思。我昨天看到那个啦，
你好像是有你的节目，有你上的一个争论节目、哦、然后现场就是你说戴小太阳的一个头套那个，哎，我忘记是不是？然后王一川就不知道现在政治人物怎么辛苦。你讲的是那个政治读心术，然后王一川就 call out 给那个廖先祥，对，他们的停车场，他用停车场那个传单，停车场的，因为停车场那个租的传单，然后对方接下来就说廖先祥服务处，嗯，然后后来他就问说，那个现在还有没有在租停车位？对对，然后可能对方都察觉出，天哪，来者不善。就说没有没有，现在这个时间点还会来问的，应该就来者不善。然后他就改口说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在租了，我们只是中介而已。可是他改抬头是说廖先祥服务处你好，罗小姐吗？对对对对，因为王一川很会学阿伯，哎，恰文哎，罗小姐干武帝，哦，你今麦得开会，哦啊，我搬哪家了，哦啊，我恁家干武租出哎出租迄个停车位，等一下等一下好不好？你是因为不太会讲台语吗？对，我其实不太会讲。没关系，我们本节目只有 KT 停车位要怎么标准讲？停车位，停车位，对对。然后他一直学阿贝，就讲会顿点停车位。对对对对对。而且在开录之前，发发还跟我讲了一个我也很震惊的消息。什么东西？我们三个同年，我跟、哦、真的，我跟发发还有吴真，我们三个是同年。人、哦、家你真的吗？是什么意思？没有真的吗？谐音啦，就是很巧啊。谐音。对啊，那你们几月？我们都是八月，对，我们处女座，我们都是处女座，哦、处女座。而且我另外一个什么意思？等下意味深长。七月是什么座？巨蟹座啊，嗯，狮子跟哦，你是巨蟹，七月的头，对不对？对对对。而且我另外一个震惊的是，那个你是在我家旁边念高中。哦、oh, ，那这样会暴露出你家在哪？我可以继续讲、欸。没有，全世界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你家在哪，所以我很没有隐私。他已经有私生饭了，你知道吗？私生饭是我睡到鬼拍，会穿到关起来，会带很长的那种大炮型的相机去拍的那一种。那这样就可以准备出来选了，反正已经被监控完了，还是有一些秘密啦。是什么高中啊？政大附中、啊，政大附中。哎、欸，你算上头几届对不对？我是第一届、哦，你是第一届，对对对，这样没有怎样怎样，很适合你、欸，因为就是刚进去的时候学校没什么人。对，真的没什么。我刚进第一届啊，所以他进去只有高一啊。那为什么适合我？为什么适合啊？因为你就是社恐到不行的人。哦，可是我们刚进去的时候，那时候学校还有一些工地还在盖，然后所以还会有工人进进出出，挖土机还停在学校里、哦，然后我们还要去工人的合作社买饮料喝，对，还是会碰到蛮多人的。挖土机，好，这好像是太低调了。蛮低调，因为听挖土机会想到别人。那吴真，你会社恐吗？社恐、还是你已经被训练到不太会了？对对对，有一段时间，因为其实我也算偏内向的人，然后出来选就要对不起，你笑什么？笑什么？好没礼貌、哦！对不起，对不起，啊，笑，出来选就要大量接触人群嘛，所以例如说第一次出来选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后坐力就蛮强的，但现在到现在就蛮习惯。你选几次啊？第三次了，而且你、啊、那有选上过吗？目前还没，希望这一次就会成功。而且吴真选举有一个特色是你上次是不是特色？你上次是落选头，对。可是你在前一次，其实你也离倒数第二名，对，倒数第二對對對、就是、其实也很近，都只差一点点，就 always 差一点。作何感想？就是事不过三啊，这次就冲上去。可是我看那个票数，其实两次是有增加的，对不对？对啊，第二次有增加。对对对，我之前在台北市选议员嘛，第二次选的时候，其实比第一次。而且我第二次是用无党的身份，那第二次选比第一次还多3000多票。第一次是时代力量嘛？对对对。那你现在对时代力量有什么看法？就是祝福祝福，记得关灯。可是我不得不说，在当年的时代力量的确是一个很不是跟我们讲，我们就是集结了很多太阳花学运，就是蛮有理想性的人，嗯、对不 对？但是看你们怎么接下去，你自己要开开头了。你跟我说是我想要这一趴要去哪里？可是你说你是选举之后才要面对那个，我记得你在太阳花的时候就常常必须要出来讲话嘛。哦，对啊，可是面对群众或者选民跟面对所谓媒体其实两件事情，就哪一个比较困难？对啊，哪个比较困难？我觉得还是面对选民需要，对我们来说需要比较多的经验跟练习吧。例如说我一开始完全不会讲台语，我现在当然也讲得很破了，但是基本上还可以跟人沟通、嗯、那一开始完全不会讲听不懂啊，所以一跟所以例如说对于基层选民人家噼啪跟你讲一串完全鸭子听雷、然后很多地方阿北阿木的生态跟我们这种傲笑脸的生活形态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要去想要例如说你想要跟他尬聊，跟一开始跟长辈真的觉得想尬聊都很难，就是因为你完全接不上他们的频率。那、现在就蛮习惯。长辈都在聊什么？对啊，他们通常都第一句会先说什么？哦，第一句吃饱没？
第一句啊，你好帅哦！上次我们有讨论过。OK， 然后那你要说，那你要说什么？就说谢谢谢谢。没有啦，你不客气啦，干温暖。他已经有一套 SOP 嘞。对，那你回家会觉得你有社交疲劳吗？现在的话，现在也是我之前我第一次选的时候很严重啊，就是我回家会觉得整个精神耗尽，然后连跟我的自己的朋友讲话都觉得办不太到，啊、就是社交能量已经归零用完了。对，那、啊、现在就是正常，身体觉得很累。哦，那现在的那个，现在可以讲民调吗？可以啊，现在民调。哎、欸，先，你现在跟对手的差距有拉近一点吗？对手就是那个，对，张智伦，对不对？对，就张庆忠的儿子，张庆忠推的孩子，对。庆忠推的孩子，张庆忠是一个好熟悉的名字、哦，就是三十秒那个啊，半分钟、啊、就是哦，对对对，哇，那算是狭路相逢哎、欸，对，没错，完全狭路相逢。张庆忠超有钱的、欸、哦，超有钱，因为 他们家很多房子啊。哎、欸，如果我是他，我干嘛叫小孩出来？就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们的财还是代表他们这个，他们讲继续在地方执政，应该是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当然啊，因为他们应该说张庆忠他自己过去主打是说他白手起家，他是矿工之子，但是他到现在，他跟陈景定两个人的资产合起来应该已经超过上百亿。陈景定是他老婆上百亿，上百亿，上百亿吗？亿啊，因为他在地产大亨，陈景定就是他太太，也是现任的中和的市议员。那他们两个人在双北的持有的土地加起来是超过17000坪。所以对，这是纯土地哦，还不算楼地板面积。所以如果用出钱的容积率300%来算的话，大概盖三栋台北车站有找。哇塞！哦，所以他们家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钱。我记得那你是面对一个资源非常雄厚的对手哎、欸。对，所以有时候以前不是，例如说公民团体会开说啊，谁谁谁某某某委员拿了建商政治现金10万、20万啊，在我们这边就是小 case， 人家自己就开建商的，开六七八间了。他们家很多那个公司行那个营业那个，因为光是太阳花，因为他现在不是没有公职嘛，张庆忠对没有，所以他之前采访申报，我印象中是太阳花那年就有报，他那时候身家就有十几亿，他那时候就是立法院第一有钱的立委，很有钱呢、欸，哇哇 ，OK， 哎、欸，我记得后来有一个最穷立委是谁，洪森汉对不对？心灵最富足，他心灵很富有。对，有那个之前有人问我说，你觉得未来如果你进入立法院，你跟洪森汉委员谁的心灵比较富足？我想，都很富足。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有看到那个张庆忠半分钟的事件嘛，然后后来我就看到他那时候是怎么通过服贸的，他自备 mini 麦耶，对，他那时候台上已经推挤成一团，就大家吵成一团。他那时候是内政委员会的主席，对，所以他其实应该要在台上宣布就是通过，但是台上打成一团嘛。他就在台上掏出他自备的秘密来宣布通过、欸、他就跑去厕所门口之类的，对，他就被挤到他就是被已经就是被挤到旁边抢不回主席台，还是他其实社恐，然后他就在自己在旁边大喊通过通过通过，然后就通过了，对啊、然后隔天就大家学生就冲进立法院嘛，对对对、可是面对这么强劲的对手，就是我觉得在做一件很难的事情的时候，你自己会想过放弃吗？不会耶，因为对我，因为再怎样，明年一月就结束了，是不是？也不是啦，再撑一下。我觉得我今年出来选，因为我本来也没有预计今年会出来选嘛，去年选议员落选，所以那时候我见本来你是不是还爆哭？我没有爆哦。对了，开票那天晚上不是，就是我本来都这，你知道这种场合，好吧，你们都没有落选过，所以这我来分享，是不是只差几百票？差300多票，哦天哪！对啊，这种时候就是你会很努力要把情绪都收上，把所有东西都装到一个盒子里面。加紧，哇，意难的那个太多了，对，什么？可以吧？你不要理他，你不要理他。好，然后我就说好，我现在要出来跟大家讲话。但是问题是说，你觉得你有一个安抚支持者败选感言？当然，当然。但问题是说，你看到你的支持者，大家都已经眼眶泛泪或爆哭，我冲来抱着你，或是大家一边哭一边喊我再加油，然后你那个盒子就砰，全部炸开来，就那你觉得你要忍住了？哦，所以你最后还是有在支持者面前有啊，忍不住没办法。而且像我选完以后，隔天就要去卸票嘛。卸票一路上都会遇到那种，就是支持者真的很挺你，然后大老远看到，然后就哭着冲过来抱你。卸票真的很感人，对，就会觉得那种时候真的无法忍住这样。那会不会这次赖幸德征召你的时候，你也是想到那些人？其实，可是他们是不同区的人，不同区。不过这期很感人，因为我本来赖幸德征召我的时候，后来我答应他嘛，但是我本来想说啊，惨了，会不会有选民来骂我，或者说，哎，你怎么换去别区？但其实我那时候接到很多电话，大家
是专程打来打气，很棒，很开心看到你有新的舞台，加油，我们都会支持你。天哪，真的很感人，不离不弃。他刚刚讲到，对，就说会不会想放弃？我觉得，对，我刚刚讲到说，其实我今年本来没有要出来参选，是赖清德征召我嘛，硬要你出来的，怪赖清德，他很善意的邀请我出来，然后我又看到对手说，又是张庆忠你们家，对，所以我其实有一种，对，你从太阳花就是张庆忠，就是你的太阳花还没结束，对对对，老对手又回来了，你还想进立法院啊？难怪是阳光中和，对太阳，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抱着一种，反正我 nothing to lose 啊，反正就是鱼死网破，我就跟你拼，对，所以是现在也不会觉得有说想放弃，我们就是拼到底。可是你前两天。被告欸，对啊，为什么你们笑那么爽干嘛？这很好笑吗？笑点在哪？就是张智伦对不对？张庆忠的儿子，就是要跟他对手，不是要告 他要告什么？他就告，因为我讲这很好笑，就是说包括说，因为张庆忠以前被周刊报过，其实也就是他一个官司案了、啊，就以前也是永和从政的前四名代表控告说。因为张庆忠名下很多建设公司嘛、哦、然后就是用他们那时候就有一个合作，就是这个永和人他出土地，然后张庆忠建商来盖，要盖房子、这个、对，但这个建设公司921大地震盖好的房以后呢，他盖好房子就很多裂痕，然后这个人就觉得说什么烂偷工减料品质、哦、他就拒绝付钱，然后张庆忠公司就去告他，然后后来败诉了，就是所以其实这个永和人赢了嘛，但后来这个永和人他自己陷入一些财务危机、嗯、所以他的担保人就后来就拿有这个土地的这个债权嘛，所以但后来 anyway 最后又经手转回张庆忠手上的公司。哦，那个地他把那个拿去法拍对不对？对对没错，然后就被张庆忠标下来，对，所以就变成说他是地又变成他的，对，他就是把你的地盖了一个烂尾楼，然后现在没得善终，最后他又把这个土地透过法拍方式拿走，所以那个永和人那时候就很生气，就出来控告他强夺祖产这样子。那我就讲这个事情，就说啊，你们家当初就怎样怎样怎样，他就说我抹黑要告我，不是要告我，是已经告我诽谤，这就大富翁里孙小美会做的事啊。哦，我只是说孙小美，不是只要有卡就可以吗？第一圈跟阿土伯玩得好好的，第二圈把你房子买下来。你不觉得大富翁真的是一个会毁灭友情的游戏？你说张庆忠是孙小美吗？之类或阿土伯，我以前印象很深，就可能国中的时候，就是大家已经有点岁数了，觉得哎，小大富翁小朋友玩的游戏，但就一群人玩到，就每个人都快翻脸。大富翁是大人的游戏。嗨，你也想做 podcast 吗？上 First Story 让你的节目轻松上架，轻松实现动态广告植入，经营你的会员订阅制，分润更 easy， 当你自己的 sugar daddy or mommy。因为我们昨天查资料发现，那个张庆忠其实有三个儿子，对，然后这次推的是算二儿子嘛，对，对，就张，这是他推的儿子，对，他推的孩子，就真的是我推的孩子，对，因为这是二儿子，是他们家仅存可以推出来的，硕果仅存。然后他的长子曾经被控家暴，然后有嫖妓，哈，对啊，可是这些讲的都是已经有新闻的判决确定吗？这个是被指控了，但就是，哦、但我个人觉得嫖妓还好，但是我觉得家暴不应该的、嗯，因为他未婚妻有提出民事诉讼，对，那个案子是这样的，就是张庆忠大儿子本来有未婚妻嘛，他们有签婚前协议，但我。反正里面有一些内容，那后来就是这个大儿子他有被控家暴，然后嫖妓，然后这未婚妻就怒控告说你违反了婚前协议，所以要索赔，所以就闹上法庭，然后后来未婚妻赢、嗯，对。但这个大儿子的我都还觉得算私事，就是政治人物小孩的事。可他的小儿子曾经打过中天记者，对，打记者，我觉得这个很夸张。他怎么会打友好记者？2015年，对啊，为什么中天也是混力中断邪恶、啊？哦、oh, ，没有。可是我觉得他会打记者，代表其实已经不是我在意你是哪一台。我觉得那个过程比较像是我知道我的爸爸是谁，我有那个权利在、嗯，你怎么可以推到我这种感觉？哦，所以是记者先推到他。我那时候是应该是在景美，景美人权园区的附近嘛，反正就是在景美，然后。可能现场就是因为你知道摄影大哥都要抢位置嘛，可能现场大家有一点推挤、嗯，然后反正他小儿子可能被推倒就暴怒就揍记者，他还骂三字经、欸。我有一个很就是 Lisa 跟 Kelly 很不喜欢聊的那个那议题，但我每集都硬要聊，就是我是交通小，我是那个我们才没有不聊好不好？我是重新录的 Chip。什么？你是就是我很关心交通。没有没有，我要先说， okay. 真的是造谣，我们才没有不聊，我们节目只聊发想聊的问题的事情，好吗？对，每次我们在聊 K-pop， 他就在放空，没有说你怎样吗？我在查说他们讲的是谁？对啊，没有，我们不要让外人看笑话。就是有一个捷运的消息，好像也是你未来的选区的
就是那个中和以前的中和公馆线。然后我对那个吴尊今年要选的选区的印象，就是那边的交通真的很可怕。对啊，即使已经盖了一些什么环状线什么，但还是蛮可怕的。对对对，我其实一直分不清楚中和跟永和差在哪里，大家都分不清楚，就是不是只有我，是不是？基本上中永和的地界是照水文来分的啦，因为水文哦，对，以前这些中和有所谓五大水系，但就是什么瓦窑沟、藤窑坑沟啊，一般外地人不太会知道了。但基本上就是中和跟永和是沿着瓦窑沟分的，瓦窑沟以右。瓦窑沟中文是什么？对，瓦窑沟就是瓦窑沟，瓦窑沟。好吧，因为以前那边精神突然有点萎靡。以前那边就是还在早期日治时期的时候，就是主要是水系嘛，所以就是照水来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和永和路很多都歪歪斜斜的，因为就是它不是棋盘状，它是跟着水走的。所以算是它早期都市规划就没有做得很好。它本来其实没有预料到会这么多人进来，而且其实应该说，其实日本时代有对中永和做都市计划，但后来国民政府来以后，因为人口暴增嘛，那其实很多应该说所谓当时所谓高级的党国权贵住台北市，然后中层的很多公务员就往外住到中永和，所以当时中和像例如说四号公园，但你大概可能想过，那一二三号五六七八号在哪里？对，在哪？对，其实本来中和有规划非常多公园，我记得有到八号了，但是后来就通通都被变学校或什么的，就是被拿去盖房子了。哎，那发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什么？中和公馆线不是就这个应该我的意思，哦、对对对，我的意思是中和的交通问题应该是中和当地人都蛮关心的，对，所以这个应该会是这次选。当然我们不讲其他的事，这个如果是政策的话，应该会是这次选举大家会希望听到的。对，你有目前有什么希望可以在中和做的事吗？哦，其实蛮多的，一个是说像我自己是住在中和南势角嘛，南势角基本上也是一个很塞的地方啊，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口袋状的地形。那大家要出去，它在南边嘛，出去就往北走，往北走就是搭捷运要搭很久哎。对，因为它最尾端嘛，对，而且那边超多 gay 的。哈？怎么啦？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中和很多 gay，所以你要合理怀疑什么事？没有，我只是确认一下，中和很多 gay。OK， 我觉得我这话很难把它讲完。好吧，我讲简短一点。所以呢，南势角希望未来可以打通连外道路哈。这过去几年已经有中央拨经费拨600万做可行性评估，已经做完了，所以希望未来可以赶快打通。连外是怎么打？64线吗？是从南势角往右打到新店的祥和路，往左。打到中正路，对，中正路那边可以去接国三跟64线。那64线也希望做中正路上的西出匝道，就是因为现在如果你是从新店方向走64线，要往来中和，大概要到快靠到板桥那边才能下来。那啊，还会一直上，一直对，直奔过去。对，所以如果你要到，你就没办法直接进中和嘛，你可能要从那边下来以后再回中和，那车流就比较复杂，所以也希望在中和多做一个匝道，跟64线直接做连接国三交流道啊，这样子。那其他你会不会全部剪掉？再让我讲，可以给他讲了，给他讲。其他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所谓现在行人空间嘛，因为刚刚讲到对中和的行人空间，对，其实蛮地域的啦，就是很多地基本上非常多的巷弄马路没有人行道，因为刚讲这个早期都市计划不完善，所以是特别希望说未来加强去做行人的安全上面增强了。那这个行政院其实也有拨了很大笔经费在做学校周边的人行空间改善，那希望未来可以持续扩大。是前瞻吗？对，有前瞻有，啊，现在也有特别做道安专案。所以你自己是用什么方式通勤呢？通勤哦，但你怎么进台北？对，我怎么进台北？我。如果我没有在选的话，我自己是骑机车。那现在因为跑行程，我就是请我助理开车载。好，你现在还是骑哦？你之前是骑机车，那你真的很有可能可以跟洪生汉一样心灵富有。而且我机车是从我大二买的 KTR， 然后一路骑到现在。好明确，这样几年了？也很久了，十几年了吧？十几年了，我想想看，对，哇，真的十几年。所以我之前有遇过，就是骑机车跑行程，然后就有人看到说：“哦，我人好清明哦，骑台这种破机车。”你要搭公车更亲民啊？你说阿北吗？你说阿北跟，而且我们都没有讨论到你，就是吴尊有另外一个对手是邱成元，哦，邱成元，对啊，他又是谁？邱成元，对，哦，对，是民众党的，对不对？对对对，邱成元也是选永和，邱成元也是，他选中和，中和，中和 ，sorry， 他是选中和，我知道，口误。邱成元有什么好笑的事？我想不起来，我记得我们有讲过他，我们很，我们其实蛮常讲到他的。我知道一个，就是他之前被人家控他性骚扰，然后赖湘林说人家在政治迫害政治斗争那一个，对啊对啊对啊，那这个好笑的是赖湘林吧？对，是赖湘林。
对啊，邱成远有一个特色是他很，你如果去看他的粉，可是你不是很常会在政论节目上面遇到他吗？没有，他不太上政论节目。哦，好，我比较常遇到一些杨宝珍之类的。哦，那你们如果遇到的话，你们通常都会没有就是哎，你好，喂，好，哦，你好，就这样。而且他其实不太，他其实不常遇到他，他跑地方行程跑蛮少的。哦，他有一个特色是，如果你去粉专看的话，他很喜欢戴太阳眼镜，就是例如说他去立法院质询开会也会戴太阳眼镜。邱成远，你说在室内？对对，就觉得说，可能吴尊的那个阳光太强烈了，那要戴墨镜。然后邱成远很喜欢唱歌，他歌喉是蛮好，但是他自封为综合刘德华 Andy 邱成远吗？对，然后他好像有一款募款的小物回馈品，是他自己唱歌的专辑这样子。天哪，我真的要生气。欸，我很好奇一个事啦，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从太阳花都知道吴尊，你那时候都有交代你的那个人生的一些历史脉络，啊，什么家庭跟一些都很好奇，是那个最后决定要出来，突然间决定要出来关心政治，是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觉得主要还是其实就那时候很生气吧，因为我算是，因为以前我们大家知道我家是外省家庭嘛，然后早期其实。我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前是蓝的嘛，哦，就是更早甚至是，所以你有迷过吗？哦，真的假的？真的啊。你有喜欢过马英九吗？我是蓝粉觉醒，有啊。哦，就是你以前是知识蓝，朝向知识蓝的路上。反正对，像零八年的时候，不是谢长廷跟马英九在选总统啊？到那个时候，我都还是我们家，就是我还是跟着我们家一起挺马英九，就看那次那个广告什么，我们准备好，我觉得赞啊，要赢了耶，这样子。OK， 对，到那个时候还是这样。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啊，对，而且更早一点，那时候红三军倒扁吧，我爸还把我们家都揪上去，我一起去这样。啊，对不起，我后来有跟陈水扁本人 confess 过这件事情。那他有说什么吗？他说，而且他知道这个故事，因为我讲过，然后那时候有一次我跟他碰面，我就跟他讲说啊哈哈哈，他说现在还觉得阿扁是坏人吗？你不要放陈水扁，没有，我现在对历史有不同的认识啊，对，这样，所以他就觉得说啊，就是年轻人这样，没有，笑笑了。你说生气点是从什么时候？野草莓哦。对对，野草莓是一个蛮重要的转折点，因为那零八年就其实野草莓陈玉玲那时候来台湾嘛，也是零八零九，那时候马英九他选上总统没多久啊，但是野草莓就发生太多事情，你直觉就觉得说这事解释不过去啊，就是就例如说警察把路边挥国旗人手中国旗抢下来折断，就是你到底要怎么去解释这个事情发生在台湾？对啊，然后什么唱片行上了唱片行，自己在唱片行里面放音乐，警察说不准放音乐，关掉。哦，很独裁的举动，对啊，就觉得说现在怎样？现在是中国各个大要抓去关的，是不是？中国大员来台湾出巡，我们通通要跪下，是不是？所以，但从那个之后，我就对国民党产生很多的批判跟疑问了。然后哦，所以虽然你早期是支持国民党，但是你一直都不支持统一，其实也有过。不然因为以前我们家里就是教大我们都中国人，啊，而且国民党的那个他的统一应该是要收复失土那种统一，是中华民国立场的那种统，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同一个国家的，对对，就是觉得说中华民啊，就是说共产党好可恶，把中华民国都抢走了之类这种，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是2004年，不是台湾 SARS 嘛，然后就是沙祖康在 WHO， 然后被台湾记者堵麦嘛，说，为什么不让台湾加入？他说早就给你们拒绝了，谁管你们啊？对，我那时候觉得，原来中国人把我们当次等公民、当殖民地来看，那时候我觉得说不行，那我不要当中国人。那你跟家里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太阳花那几年，其实很多年轻人跟家就是政治觉醒，不管是有没有立场的，对。可是我一直没有问过大家。因为像我家就是绿到一个，我会希望我妈闭嘴。就是我好了好了，我确定我们家很绿。我每天在家都在听他们在讨论政治时事什么的，对, 对, 对, 对。可是我很好奇是，如果因为你家人，你跟家人现在的政治立场应该是不同的，会有冲突吗？现在还是不同的吗？现在磨合的差不多了。是怎么磨合的？但早期特别是太阳花那之后，其实就蛮。摩擦的蛮激烈的。其实在之前我陆续隐晦的表达过一些我的政治倾向，他们就已经觉得大事不妙了。例如说对，真的是，例如说野草莓那时候有一天我只是回家，然后刚好那时候报纸在写野草莓，然后刚好只讲到一句说我觉得野草莓这个学长他们很对啊，然后对，然后就后来当天晚上我爸我妈就把我叫他们房间，就是紧急召开家庭会议，很多媒体上面乱写，不要相信。哦，那些学生，你没有兄弟姐妹吗？我有我弟弟啦。然后你说那学生都是被民进党利用，都是被民党操控啊！你们学生就太单纯了。你在密室会谈那样子？对对对对，我那时候就很气，就拿什么啊，警察打人难道可以吗之类的。OK， 那但太阳花那之后，对，所以其实我
离搬开从家里搬出来以后第一个落脚地方其实刚好就中和在四号公园附近、嗯、那时候就是因为太阳花之后呢 我爸就很生气，然后我就是他就是又看到我在搞社运这些，然后他就反正他就气的时候他就是好，反正你现在既然你这么有自己想法，既然现在翅膀硬了，就自己出去独立，就靠民进党养你吧。他切断你的经缘嘛。对，然后我就好出去。刚刚说我刚刚说就靠民进党养你吧。然后我就说好出去就出去啊，谁怕谁？然后就跑出去搬出去。然后后来那时候就搬到综合租房子。嗯、对，而且你刚刚讲真的是那段时间，每年我回家过年吃饭，亲戚大家，例如说本来大家年夜饭吃的好好的，然后电视上可能突然播到，例如说苏贞昌、蔡英文画面。嗯然后就有人开始骂，哼，民进党，嘴脸呢、啊，多讨厌。然后旁边就有人补刀，问吴征呢、啊，他现在民进党了。哇！那你要怎么反应？我就吃饭。因为像其实我们的路痴也很常会来问我们一个问题，是说、嗯、如果家里面的人跟自己的政治立场不一样的话，到底要怎么办？嗯、啊，我们也讲过一千万次。可是有每次有新的问题啊。对对对，但是就是那你会怎么面对？我通常会懒得跟他们正面冲突，就不起冲突，因为我觉得很累。但是有时候，早期我比较有认真想要去给他们一些新资讯的时候，会努力丢一些不同的资讯给他们。你看这个新闻就是这样啊，这个画面就是这样啊，不要再信那些了啊之类的。你说丢到群组里面之类的，没有，可能例如说传给我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做 PPT， 那其实有用了，就是因为其实像我家有一些长辈真的是。可能他们 always 永远看的媒体，就例如说，就是我们家就看联合报，然后看T台怎样的、嗯，所以其实有时候他看到一些，真的也会觉得，哎、欸，原来事情有不同面向，嗯，对啊，对啊。那我是反正跟后来我也觉得还是要修复跟家里关系啊，所以也释出善意，然后搞了很久，所以从太阳花到现在也八九年了嘛，到现在跟家里是就关系已经蛮好、嗯。那他们算是支持你参选立委？他们是被我告知说的话强，所以还是尊重你这样。没有啦，现在支持了，但是一开始被告知的时候蛮错的、欸、我有朋友也是家里跟他政治立场不一样、嗯、然后他是后来就参加学运，就跟爸妈说那个我支持，就是 我去上街了，然后我比较我现在讨厌国民党、嗯、然后他爸妈就说你去叫蔡英文妈妈，你不要叫我妈妈。好极端、哦、我觉得好好笑。然后他没有觉得不开心。OK， 就有点慌。OK， 好，那差不多，差不多、啊。嗯，不聊一些私事吗？我们可以聊私事吗？你可以试试看、啊。好、啊，那还是我们开一集再聊私事。需要这么多吗？我们聊一些感情观，感情观，但是、完全不聊政治。对，好好好，对，不是个人的感情观。可是我必须要说，就是他都已经，就是吴征已经算是。当年太阳花就算半个身体进到、欸、好难听，已经算半个人进到政治圈了。当年嘛，就是所以一直到至今参选，他其实算是公众人物。其实公众人物、政治人物真的是没有私生活跟感情可以经营，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很多老一辈的参选是他早就有家庭，然后后来他才开始进入政坛嘛。对，好，那如果想要听吴征的感情观的话，就等下一集，麻烦请去那个仁爱路那边留言。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喽，谢谢大家，拜拜拜拜。喜欢重新录一段的，记得到 IG、YT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重新录一段"，追踪订阅，还有限定 tag 我们哦。